另外呢，高铁云林沿线呢地层下陷的问题呢持续的恶化当中，尤其呢高铁跟台78东西向线道的土库路段，从前年下陷了6.8公分之后呢，去年又继续的再下陷了7.3公分。虽然高铁呢已经做了桥墩的补强工程，不过还是没有改善，所以现在呢云林县政府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全面对于云林高铁所经过的乡镇丰田剩下的53口的深水井，才能够有效防止高铁桥墩继续下陷。高铁云林沿线地层持续下陷，虽然去年行政院为了要补强高铁下陷问题，在高铁台78线的桥墩加强补强工程与实施高铁沿线3公里内的封深水井措施，但继前年此段下陷6.8公分以后，去年又持续呈现7.3公分，未见改善。那特别在彰化云林地区有4个比较敏感的地区，我们做了监测，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扩大的，云林的78号快速道路这个地区，那在2010年它的下陷量是6.8公分，那么到2011年去年呢，扩大到7.3公分，所以这部分是比较特殊的。台湾高铁表示，虽然此路段已经采取桥墩补强工程，但呈现值持续扩大，显示相关措施成效有限，加上高铁桥墩下的台78线快速道路常有重车通行，也可能造成下陷原因之一，认为政府当前应该重新分配水资源，才能彻底解决下陷的问题。高铁去遮，遮的井是2吨外水，你高铁的条路深，那影响到伊的铺水的，那迄30外吨的，都影响到。事实上，目前自来水公司还是持续在抽地下水，还是深水井的呈现量是占最大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一再强调，请中央尽速给自来水公司充足的地面水，而不是一再回应说等湖山水库完成之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云县府水利处表示，虽然去年已经针对高铁沿线3公里内的16口自来水深水井全数封填，但对防止下陷帮助不大，应该要全面封填云林高铁沿线乡镇剩下的53口自来水深井，这样一年将减少抽取1315万吨的地下水量，才能有效防止云林高铁路段的持续下陷。记者王雄云林报道。